概念上的话，在画面上出现的每一个东西，整个来说呢，就有点像是以爱丽丝梦游仙境的感觉，就是有的时候是就是女孩比动物大，然后有的时候是动物比较大，因为我觉得就是人的有的时候比较动物性的那一面，没有受过社会化的那种感觉的，然后他就是在讲人。我觉得人有时候有比较野性的一面跟比较理性的一面，就是我想要把这个人的两种面向都同时表现在画面上的。就是我在某一段时间就会一直在思考这件事情，就是关于就是人性的这个部分，就是当你在跟一个人在跟一个人相处的过程中，就是可以感觉到这个人他对你的好是不是真心的，或是他是不是带有敌意的。然后我觉得就是这个部分在我生活中每天都在发生，所以才会想要把它当作创作的一个题材。我觉得就是一个对我来说是一个创作的一个开始，然后那是想要表达，因为我来到日本之后就是肺炎嘛，没有机会回去，然后就是有点想家的一个心情这样。因为日本跟台湾都是海岛嘛，所以其实有一张是代表日本，有一张是台湾这样。然后就是因为我在日本去上学或是出去都是坐电车，有一天就觉得我每天都在坐同一台电车，那对我来说是同样的事情，可是坐在我对面的人跟昨天就不一样，就是好像有什么东西改变了，可是好像其实又什么都没有改变的一个感觉这样。然后平衡这件作品就是想表达我们人是群居的动物，然后没有办法离开人群去生活嘛，可是有的时候突然就会有一种我想要跟人群分开，就是可以比较自由的生活，就是不用管大家的想法或是目光。然后站在天平上，就是希望可以找到平衡的一个点，可以符合自己的期望的点这样。我最近比较常用的就是我会在画面上贴盒纸，因为那些纸就是本身有一些纹路或是比较透明一点的纸，这样就是做我想要的效果，就是或是让看到我作品的人可以产生一点不一样的想法。